受影响的不只是中山大学的师生哦，大批的中国客涌入在高雄西子湾的社区，民众也很不爽哦。今天他们搬出了大炮，这个是一个仿古的清朝大炮，要借此炮轰市政府纵容中国客观光霸凌。发出震天巨响，象征西子湾社区居民对中国团大型游览车的出出入入不满的怒吼。就因为西子湾是中国团客必到的景点，而带状的地形根本无法容纳每天数百辆游览车次的进出，居民交通大受影响，生活环境也变差。中国观光客的到访在社区居民眼中成了观光霸凌。垃圾噪音快闪！垃圾噪音快闪！拒绝观光霸凌！拒绝观光霸凌！还我清净家园！还我清净家园！